那就出来。我给你秒杀！哦，肚子好饿。妈，妈，那死老太婆人呢？妈，我饿了。妈，妈，妈！哎呦，人呐！哎呦，人呐！饿死，烦死！我操，21个，耶！给我你的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喂，老妈，怎么？哦，知道了。马上就去。妈在这里，自己去看吧。医院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？你妈都这样几天了，你第一次来，有你这样做儿子的，好好看着。快醒醒，一起回去吃饭。电脑，你看，这是我键盘的碎片。
说实在的，其实呢，我并不是不想跟你吃饭，也不是故意要这个样子。你也知道嘛，我现在叛逆期嘛，叛逆期的人总是这个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等你醒过来，我一定跟你好好吃饭，再也不玩电脑，然后出去找个工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饭吃够了没有？